学们，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日。五四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。五四精神是五四运动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。作为新时代的青年，弘扬五四精神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，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。我们是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团委，我们在学院操场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，五四精神传承有我，奋斗的青春最美丽，撸起袖子加油干。我们是江西青年职业学院院团委新兰志愿者，我们在高区岭烈士陵园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，五四精神传承有我。我们是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学生会，我们是祖国忠诚的儿女，我们在大学生活动中心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，五四精神传承有我。我们是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大学生骨干培训班，我们在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，五四精神传承有我。我在江西青年职业学院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，五四精神传承有我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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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精神传承有我。四精神传承有我。我们是青年学子，五四精神传承有我。